你。嗯。我问你，鱼饼啊，还有铁肉，还有饭店的定金，你真正拢有啊？你有嘞。大巴肚袂当动脑筋，紧讲啊！啊，你毋是讲咱干那讲钱尔，还是你反悔啊？你想较歹。啊，我到底是安怎嘛？钱是真正付起啊啦。啊，你付钱，啊，咱同款干那讲钱尔。啊，迄个钱到底是付什么意思的啦？好，啊，你话当作是买一个保险。原来你早就想到讲，阮阿妈甲阿母会检查哦。是哦，对啦。啊，反正定金的钱较一丝丝啦尔。你若是要甲真正要办一个婚礼比起来，迄差侪咧啦。啊，若是开一丝仔钱，会使解决遮尔侪问题，值得啦。遮尔大个代志，连话嘛唔讲哦。你骗我！我哪个骗啊？你骗我！我无甲你骗啊，只是靠外口甲你讲尔嘛。郑取义，我阿母讲了无唔对啦。这几年吼，你确实是有改变，尤其是伫个骗人这方面。你应该袂到最后才让我发现，讲连要讲钱嘛是骗人吧？拜托，你是咧乌白讲啥啦？我若是要甲你骗哦，迄当阵知影你有心，我就落跑啊啦。无代步就搁开钱，搁开时间去变这出，啊！你是当作是读心去死的。你的演技吼，是好佳，会当去考配合你死的。毕竟，你认识我偌久啊？我郑群一这人，无汉骨的，嘛上惊麻烦啦。那不是为着真正要娶你，我的头壳吼已经死足侪脑细胞啊！这件代志一定是我一生拄到上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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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麻烦啊！好啦好啦，我意思是讲吼，拢坐这么大一个啦，上尾啊嘛是跟你做伙，这件代志你无感觉足意外吗？这比着爱国将军更加意外呢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嘛是真正想要跟你共同做一个家庭，所以这么大的麻烦，我较愿意担，安尼你知无？知，是知无啦？知啦。我讲，我即世人的新娘，敢那只有林美金，你知无？知啦。好啊啦，免送啊，我家己坐公车就好啊。哎呦，那有要紧啦。啊，莫阁假啊啦，爱哭爱跌。美金，原来你两个私底下。啊，孟娟孟娟，无，我拄下才拄着尔，一句话拢还袂讲啊。已经好话对无？实在是真好个啦，美金。这就是我伫希望的啊！我上爱的好朋友，他上爱的人，两个当做好朋友，我实在是足欢喜的。阿晴，顶摆啊，我有微微哥买足好的咖啡回来呢，无安尼，咱做伙来啉。唔免啦，我只是经过尔，我等下阁有代志啊。晴，你咖啡已经留落来啦。我真正阁有代志啊，无是安尼吼。你是咧无用啥？哦，无啊，甲你斗这一个啊。四三，唔免啦，啊，阮母啊吼，三不五时来帮我整理啦，你就免麻烦啊啦。唉，是讲吼，你最近嘛敢那比阮母啊更加黏来咧，
那拢无想甲我讲一下，我会使加你接吗？免遮麻烦，我伫拢家己来，不是？嘛是啦，不过我是惊你受忝啦，而且你最近店毋是咧装潢。免甲我客气啦。梅阿姐，我会记你，你毋是无甲医生诶？这哦，是阮母叫我啉的啦。啊，伊讲我受伤哦，啉这开胃会使食较济啦。啊，莫讲这啦。啊，你即马店遐即马状况哪？其实顶礼拜我已经甲店拍出去啊，想要搁找一个新的店面。啊？有啥物啊？啊，既然拢爱拍掉，重新来过，不如去找一个搁较好的店面，安尼后摆生意嘛较好做啊。啊，即马找到啥物款？我阿爸因朋友有过店面，伫咧西门町还佫有树林，不过拢还袂去看。君毅，看店面啊，爱走来走去，足无方便。你敢会当骑车带我做伙去啊？哦，好啊。嘉贤，不过你敢会想无闲？袂啦，我即马好好嘛，无啥物课啊。多谢你，我就欢喜。